识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资产，没有人可以把它抢走。欢迎收看《零售达人必备指南》，成功的零售模式。我是米雪，我是麦克。这集节目我们要谈的是完成销售的策略与秘诀。嘿，麦克，你还没有告诉我那套沙发你到底买不买？哦，对哦，我还在考虑呢。我想啊，随便你，反正这是最后机会了，还有好几个人也在等着买呢。还有，我还会附送一个别致的微波炉，免费的。哦，你说的是你家那台橙红色属于60年代的复古微波炉？哈，哦，好好，我要，我要了，成交。就像麦克刚才所说的，我们在这集节目中会跟您谈谈要怎么采取适当的销售策略，不只说服顾客买产品，而且还要让顾客心里真的感觉到完全满意，对吗，麦克？我赚到了，赚到了！嘿，你不要这样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们现在可以进入正题了吗？哦，当然。好。Yes。我听见了。哦。这些柜子有3种不同款式，搭配您小孩房间的任何一种设计。可是我们还没决定要买哪一件。我比较喜欢那边那件，这一件看起来不容易清洗。哦，别担心啊，先生，我们的家具都很容易清洗的，只要用清水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特别的清洁剂。我们公司现在还有2件存货，最早下个星期就能送到你们的家了。只要告诉我你选的哪种款式，我马上就把手续办好。真的吗？只剩下2件存货了，我真的很喜欢，你觉得呢？这一套很容易弄脏的，脏了谁要负责洗？别叫我做。你总是这样的，你不洗我自己来洗。你来洗？开玩笑，你连桌子都不抹，还敢说要清洗柜子？啊，我们只剩最后2件存货，下一批货要等6个月才会进来。现在李宝宝出事还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再想想吧。你说了算。好像很舒服。哎，床架也很漂亮嘛。是啊，我很喜欢它的颜色。嗨，两位好，这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产品，我们接到许多顾客很好的反馈意见的。不错，好看，请坐下来感受一下，你绝对不会失望的。不错，真是不错。还有，你可以选择床架的款式来搭配床垫，请看看，您一定找得到喜欢的款式。谢谢，我们只是随便看看。我们的房子还要大半年才会好。对，而且我们也没有打算花那么多钱买床。对，即使现在买了也没有地方放，是，所以我们可以帮你们存放这儿。很谢谢你的帮忙。我们有机会再回来好吗？是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你。促销有时的确很令人泄气，但只要采取正确的策略，保持冷静和自信，就可抓准顾客的心，真诚地清楚解说，让顾客买下产品。我们刚才看到的销售员，他也用了好几项策略，但总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，无法做成买卖。那他应该怎么做才能完成销售呢？现在就回到同一个现场完成交易吧。我真喜欢这些柜子，看起来又大又宽又美观。嗨，这些家具都是新到的，您刚刚在看的这件是松木做的，我们的家具外层采用的全是100%有机涂料，真的很好看，也适合我们想要的房间设计风格。老公你觉得呢？我比较喜欢那一件，高贵一些也容易清洗。我们的所有橱柜都以100%纯有机涂料上色，外加一层特别处理的保护层，可排除灰尘、尘土、油渍或者水迹，所以清洗很简单，用湿布或干布擦就行了。最重要的是，涂料的成分完全是生物分解的，不含化学物质，所以对小孩子或者是对环境都绝对安全的。
还有啊，我们有好几种不同的颜色让您选择，还可以把小孩的名字刻在柜子上，这些都不用另外收费。太好了，你觉得呢？嗯，那什么时候可以送货？哦，让我看看。啊，这个款式还有存货，最早可以送货的时间是下星期，你们可以吗？啊，太好了。不如我们等到大减价才买吧。哦，先生，我们的存货卖完了之后，下一批货要等半年之后才会进来，而且大减价时不一定会推出这个款式，你现在买的话我们给你打八折，这是为新产品推出的特价。好吧，我们决定买了。你们的选择是对的，请坐一下，我马上帮你们办手续。好的，我们选对了。是啊，真的很值得呀，我很喜欢这些颜色。嗨，下午好。嗨，两位给孩子找床褥吗？对，是啊。哦，这个款式的床褥好多家长都很喜欢，货一到我们就已经卖出了好几套了，而且顾客的反应都非常好，所以您可以放心让小孩睡这种床褥。好，看来不错。两位坐坐，感受一下。我们现在还有个特别优惠活动，凡是每购买一张床褥，床价可享有30%折扣，款式任选。是吗？还有，我们还会赠送床单和被套，完全免费。哇，太好了。嗯，是不错。只是我们还没拿到新房子的钥匙，起码要等半年，存放是个问题。哎，对呀，而且我们不想花那么多钱。对。所以，有机会我们再回来。两位别担心，我们可以安排分期付款免利息，您现在只需付一半价钱，其余数额可以在一两年之内以分期付款方式付清。我们也可以帮您存放床架和床褥，直到拿到钥匙，新房可以入住时通知我们，我们再把床架、床褥、床单和被套送到您家里。哇，那实在非常好。的确很好，不错。这里请两位看一看我们各类床架的不同设计和款式，相信会适合你们新房子的选择。好。哎，这个很好。这个很好。哎，就选这个。这个好，我们就选这床架和这张床褥。哦，明智的选择，请坐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把手续给办好。啊，行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哎，真的很好看。是啊。看起来还不太难，对吗？我觉得最后还是挺顺利的。我们一起重温一下今天讨论的重点。第一，必须清楚了解几项重要的销售策略，抓准顾客的心理，鼓励顾客购买产品，为顾客提供选择，尽快清楚地消除所有的疑虑，然后在整个销售的过程中要让顾客觉得满意，要重申产品或者服务的优势以及好处，尽可能提供其他顾客的正面评论，帮顾客做决定。完成销售时要保持积极的态度，让顾客信服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。还有，别忘了再次说明公司有关产品的替换、退货或退款条例。现在我们的正事谈完了，要问你，我什么时候能领到我的新沙发和微波炉呢？这件事以后再谈吧。好了，我现在必须要走了，再见啦。喂喂，等等等等，你怎么这样？